一个大喷菇对付一群雪人僵尸，基本胜利无望，但是只需要一颗火炬树桩，结局就大大不一样了。大喷菇吹火炬树桩，火焰加大喷菇的袍子子弹，双重打击，100只雪人可以轻松拿下。我操你高头戏你玩不起，你个小垃圾，你这没有实力啊，你都不敢跟我正面对抗，你玩个屁，你。